我放的彩虹屁堪称一绝。什么时候开灯秀腹肌啊？你们定个日子吧。这什么鬼啊？啊！狼说不要客气。那我一定要在音乐上面做出一个不一样的马虎豆腐，能不能呢？哔哩哔哩的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想你们的张艺兴。张艺兴了解一下，姓名是张艺兴，星座是天秤座，职业是……做到这个地步，我也不知道我应该是怎么称呼自己的职业，你们揣摩吧。代表作《Lose Control》《Sheep》《Na Na Na》，最新动态发了新专辑，试题，颜文字。颜文字这什么鬼啊？这什么鬼啊？叫什么名字？我们三十一人选择一起回答就行。欢乐颂第一句怎么唱啊？秘密发烧，发发秘密的秘密。哎吧。我没有发育的，真的没有发育的。有粉丝说写歌就是你的发泄渠道，因为你把自己深陷在了轨道上。哎，是这样的一个情况。有人看数字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，是10008046。10008046106408046106。10086听说过，100840没有。这位是你那个作曲家注册协会的编码，我的。然后粉丝说张艺兴是一个有注册证书的编曲人。哦，对对对，我有，这个我听说过。有统计过自己现在编了几首曲子吗？所有的歌曲我好像都参与了。北大还行发布你江郎才尽张艺兴，对此有什么想说的？哦，对对，最近确实是我真的把自己锁到了这个作曲室了。还是做不出音乐，有点着急了，最近真的有点着急了。我记得这个 Sheep 这张专辑结束的时候呢，它是 Nama Nana 这个歌就已经在上海就已经开始就是动工了，你知道吗？然后现在我一直做不出来的时候，其实我真的内心是很慌的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可能是太没有生活了什么的。就本来以为说新专辑发布完了以后会轻松很多嘛，其实并没有，并没有啊。现在状态就是除了生存期之外的话，有马不停蹄的想出下一张专辑的想法吗？对啊，就是我不是因为我怕时间不够。这毛这么多，这笔毛太多了。欢迎收看，别人都是 GIF， 而我是 JPG 系列。网友说你的反射弧都用在了舞蹈上，你承认吗？其实大家看不到的时候，我舞蹈也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去记，你知道吗？烦死了。你知道自己承包了高级弹幕吗？高级弹幕？我们这里有个视频的片段可以看一下。这什么鬼？这高级弹幕。就是等于是那天演出是吧？对。天哪，我觉得太有才了！你们怎么这么有才？真的，可能，我对你们的了解都只是冰山一角啊。张艺兴片场小曲库了解一下。嗯。最近比较主打的是哪几首？狼爱上羊。可以哼一下。狼说不要客气。一般自己更新曲库或者挑选的那个有没有什么意见？有啊，这马上就要到秋天了嘛，想听一首歌叫《秋天不回来》。就让秋风带走我的思念，带走我的泪。王强老师的。这次主打歌相当于说是张艺兴自己
看到那个 MV 里面的阳光就想到我的粉丝。但是你知道这个 MV 里面吗？我就是我。快递员小张。哎，小新，跟着我哥马进一起混的小新。MV 里面有很多小秀腹肌人鱼线的镜头，是为了 MV 特意去加强练的。对，反正一天到晚就没闲过这个练这个东西。好了，可以了。它是带有不好意思和各种表情的电视剧，希望大家喜欢。请开始你的表演，正式采访，你想知道的都有。前阵子范飞用 battle 输给了李荣浩老师，最近有没有补课？李荣浩老师连贝贝都不知道什么意思。贝贝你们知道什么意思吗？贝贝就是形容速度太快了，就是四秒。我们这边有一些相关的范生的那个卡片，从中抽取五张，给一下我们新式理解。我重新解释一下彩虹屁吧，就放出来的屁像彩虹一样。如果拿彩虹屁照个镜，我放的彩虹屁堪称一绝。第二个，钓，我把谁钓上了？钩。对，钩人的意思。你们别吊着我，是吧？是这个意思。抠脚，抠脚就是形容闲来没事。它其实是一个用在艺人身上的词。艺人要抠脚，艺人是抠脑壳吧？它的概念是艺人一段时间内没有任何活动或者是作品发布，然后粉丝和公众都没有看到，就说这个艺人是不是在家抠脚。那我看来我每天都在家里抠脚。PR。啊，是那种狗的那个舔屏的声音是吧？舌头舔屏的声音。哦。走花路。走花路，走花路，我说的是和弦。嗯。和弦走花路。网友盘点的平时里单身加说大实话系列，你都有上榜。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。什么什么东西？就是明星加说大实话系列。哦，你们也是喜欢搞些这种牛头不对马驴嘴的这种事情是吧？我在整个录歌的期间，就是在一个是在录音，二一个在制作过程期间，我就是保持严肃脸。每个人都有生气了，其实不是，我没有生气，我只是真的认认真投入在那个轨道里面。我就像是一个火柴的那个边边啊，就只要谁碰我一下就会着的那种啊。杨氏性格非常粗暴的，只是看起来比较温和。那么娜娜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？娜娜是一种神奇的力量。就这种力量可以跟你伴随你所有，就是可以保护你精神上的、肢体上的，在一定情况下面，就是给自己的一个鼓励的话语一样，就像你给自己说加油，啊，可能加油力气不够，那么难的，那么难的，那么难的啊，也是一个代表梦不落雨林的意思。MV 里面大家都说要给灯光师扣鸡腿嘛，什么时候开灯秀腹肌呢？什么时候开灯秀腹肌啊？他们想什么时候？你们定个日子呗。对，就是在写歌之初就有这个想法，就是我这个歌曲，我想要用中国的乐器来呈现，那我就会把这个大概的调子的调性给它定下来。就像我说麻婆豆腐，首先我炒了一盆麻婆豆腐，那豆腐散的，就跟吃豆腐脑一样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太不好吃了。虽然我的短板在厨艺方面，但是长板是在音乐方面，我一定要在音乐上面做出一个不一样的麻婆豆腐。结果就后来在拍戏的过程中间就做了一首歌出来，突然觉得哎，这首歌不错，哎，和弦也不挺好的，然后贝斯走向也挺好的，我说那我加一些中国乐器吧，麻婆豆腐就这样诞生了。我觉得所有东西都还要继续学习，我不想止步于此，然后我希望跟更多国际的制作人也好或者艺人也好合作，然后能够吸取他们的一些表演经验也好还是制作经验也好，然后让 M-POP变得更多姿多彩。我给自己的专辑定了一个亿，叫 M-POP。M-POP 大家可能字面上更多了解，可能是 Mandarin Pop 嘛，就是华语流行音乐嘛。但其实不是，我希望它 M-POP 它最重要的概念是，Mandarin Mix Pop 这样的意思。那 Mandarin Mix Pop 它的重点就在于说，它可以用中文跟英文相互结合，或者是中文跟法文、中文跟俄文、中文跟德文，各种以中文为基础。然后用各种语言穿插在其中的音乐，
我都希望可以都称之为 M-pop。 然后在音乐种类上面，我希望就是可以把各种各样的 future bass 啊、 hip-hop 啊、 trap 啊、 各种各样的，包括R&B、 urban 全部都可以融合到一首歌里面，融合到一首歌里面的这样的音乐风格，加上语言方面会有中文加其他国家语言的pop， 我把它统称为 M-pop， Mandarin Mix Pop。哇，几条的哥哥还比较难一点。博哥推荐木木落雨林给小猪哥，推荐木木落雨林给红雷哥，推荐木木落雨林。师傅可能会推荐幸福上瘾。迅哥，迅哥，集结号吧，迅哥，因为迅哥以前是军人嘛。这个舞蹈的名字是叫做霸王龙短手舞，因为霸王龙的手很短，但我自己又非常喜欢霸王龙，那个感觉很好。给大家做一个示范啊，第一个动作，双手伸出来，你们不做的话，我一个人坐在这里很傻的，你们试一下，你们试一下伸出你们双手啊，很厉害吧？像哎，有没有找到自己是霸王龙的感觉？你们搞一个大头，你们现在就是霸王龙了。第二个动作，减肥舞，你做一下嘛，就是你又要我看着你，你又不做，很厉害吧？这个还有一个抖腿，我就在这里不展示了，因为我怕抖得太厉害，把这个现在外面在刮风啊，把这个楼给抖掉了不好。这么快就结束了，那真是 Namanana， 哎呀 Namanana， 好嘞，那谢谢各位，谢谢，辛苦啦。